海信金刚四手机现场实拍图赏。海信今天在济南举行了新品发布会，带了金刚四和金刚四 Pro 等新品。金刚四系列手机配备了大容量电池，主打长续航以及一系列商务特性。金刚四手机内置4500毫安时容量大电池，官方号称其 15.3 小时的视频播放或 56.3 小时的通话。手机采用了 6.2 英寸的 HD 加水滴屏，搭载高通骁龙439处理器，并配以 4GB RAM 加 64GB ROM。 手机前置摄像头为800像素，后置摄像头为1300像素。金刚四 Pro 配备了4000毫安时电池，手机采用 6.18 英寸 FHD 加全面屏，搭载高通骁龙636处理器，手机前置800万像素摄像头，后置1300万加200万双摄。